我身上有一个草，跟鸡蛋，树苗，还有僵尸的脑，还有骨头，剪刀放这里，耶、yeah。我身上剩两个东东，你干嘛把我的树挖开？哼，爸比。比较宽的话，哦，把它补回去。怎么长出树叶？为什么有树？长树叶。小兵你在哪？小兵，我在树上。你在哪里呀？家里啊。啊，为什么你不来树屋睡？我先睡了。还没有获得成就哎。对。耶，是我在过了。你有关门吗？我不是送你的，阿飞。没有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可以打哟，僵尸会掉下来这是铁的。阿贝，嘛？你身上有铁吗？没有，在挖。你在挖什么？挖铁啊。耶，铁给我，我要做酷酷。你在哪里挖？地下。哪个地下啊？巷子里面有铁啊。哦，你的箱子，我拿走啊，不够做酷酷啊。哦，那我再去。那、啊、有。熔炉里面有烧啊！你的箱子哦，很像我拿熔炉的，我看你箱子有没有。耶，够了。
爸爸，你看不腿哦，冷静。你看我的护腿，嗯，好笑，你要穿吗？我在做鞋子就好了，就有全那铁全套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剩三个鞋子。怎么拿面包来穿呢？好笑。哇，酷！铁剑的，你看。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把它拆掉了？拆掉。哦，长出来了。种子。又打了。我要种树，种这里一个，这一个，这一个。我才要回家种田而已。种子很多，你不用采。我15个，16个啦。当时种子很多，再采。我有16个来种了。
剩八个。我没有通知的。箱子里面有。我不想再中了。一组就是四个。哇，也太多了吧！我做面包，不要了，我还有两个可以吃。我不跟你进来，我要在家里关门。嘿嘿，你进不来。嗯。你干嘛打呀？啊。你干嘛要打我的？打你的什么？要打。啊？为什么我会自己打？打。好怪哦。去找你，你在哪里？在挖地道。在从哪里挖？你在哪里挖？我怎么看不到你了？我看到你了，看到你的 PPT。地道，我去看。啊。走的时候都会撞到头，搞给我，搞给我。一个啊、好啦，结束。那我没有石头哎，饿死。你用石稿还是铁稿？我只有石稿。哦，我是石稿，不是铁稿，讲过了。工具升级。晚上了，我要去我的小书房。采矿时间。打猎时间，你怎么不在我旁边啊？宝贝，干嘛？你看，刚才那个我起来的时候。我没有动，它就会自己打东西。